一个人一个心态，真的有意思。你看湖人队场这些运动员啊，威少很拼，是吧？啊，我作为一个运动员，这个我对我的职业负责，我打到最后，不管有没有机会。威少这个小伙子呀，我们平时再说他能力不够，或者说他会的太少，他是个耿直的小伙子。是，他这直啊，对吧？哎，他拼啊，哎，这真是拼啊，真拼，真拼，美国轮哥是吧？就是耿直嘛，小伙子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是吧？很喜欢他，他是这样的运动员。然后里弗斯呢，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为了谋一份工作，不管我这赛季、下赛季在哪儿，你湖人不要我了，我这种拼搏，我下赛季我还能有一份攻打，是吧？瓜哥呢？瓜哥是什么呢？我纵横江湖20年，是吧？我有我这身份，我不能跌破我底线。然后我能力就是这个能力，给我就拽一下，不给我别的我确实干不了。我现在就这件事了，我就是得分了。哎，你扔给我，我有机会我就拽。那除了拽，我别的我也干不了了。你们也别指望我这么大岁数，我再干别的了，是吧？这个谁呢？浓眉呢？浓眉就是算了，是吧？浓眉就是咱就完了，咱就算了。哎呀啊！你看，真的，你回你的花果山，我回我的高保庄了。你看，然后塔克呢？是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呢，是吧？塔克是现在真的是，哎呀，塔克是让我上我就上，我也不知道我干嘛，我也不知道我上来干嘛，我上来是什么任务？我上来，塔克现在就是完全游离在体系之外。我上来我要起什么效果？你看，真的，湖人五个人啊，黄颜色球都穿一样的球衣，五个人在场上，五种不同的思想感情，同队异梦，五个不同的状态，同袍异梦，我的天，咱分析的对不对？真的。特别有意思，红袍异梦，没有比这一刻就是再真实、再残酷的了。五个人，五个人，五个样，